弃了一切，你又牺牲了什么？生命、成长、快乐与朋友。我是授权者，面对我吧。幻境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强。我们所爱之人不会消失。看好你的敌人，还有看好你的影子。只有冷酷才适合统治他人。时候到了，我要拿出所有力量。了解死亡，我来教你。部落坚不可摧。艾泽拉斯，没有人能抵挡我。从灰烬之中，生命会重生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感谢频道会员赞助猫咪吃罐头、鳄鱼大大大、佛饭零一、喵咪鱼八个式、猫头鹰之后、我是二加一、爱迪丽、猫头鹰、鸡蛋、小猫、猫咪、鸡蛋、牛、飞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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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